这么可爱的东西它居然是个洗碗用的，薄薄的一片遇水之后它就会变大，这也太治愈了，软乎乎的，每一个都超级可爱，一点点洗洁精就可以打出很丰富的泡沫，像这种比较油腻的盘子用它就可以轻松洗干净，天然的木浆棉材质嘛，不会容易挂油，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干了之后又会变硬，不会容易滋生细菌，还有一条小绳子，用完可以挂起来晾干。